进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波山，又还是一个 ZBZ， 真是太开心了。好，地图来到是好奇心地图右下角蓝色虫族 Ragnarok， 右左上角是黄色虫族 Rock。刚刚第一站是由这个 RNK 先2-0击败 Rogue， 就来看一下 Rogue 有没有办法这个败德组一路爬上来。黄先生，黄先生，黄先生，你会晚点再叫我？你还活着吗？我怕你嗝屁。你会晚点再叫我吗？我怕你嗝屁了。快了。干，我今天8点就起来，我到现在没睡好吗？没事啊，玩你一个小时而已啊。啊，你知道明天还是我播吗？哎，没事啊。你知道我等一下8点还有课吗？那你知道明天不是我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黄先生现在黄先生快死翘翘了，还快要永远离线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觉得为什么要一天播两组？我们一天，我说的是，我们为什么不一天播一组就好？就他们两组，他们播他们的嘛，我们错我们的嘛，对吗？大不了我们来给你们，我们带给你们录播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结束再去播 VOD 嘛，你说是不是？到早八中间要睡觉吗？啊，我早八，我7点就要出门啊，我骑车去要40分钟哎。对，刷个牙，洗个脸，10分钟，然后摸个鱼10分钟，40分钟，1个小时，差不多啊。对的，我7点要起来。金枝没有166，还要我们加班，我算一下，我们今天星期多少？我们从今天开始播，9点，现在几点了？4点，4点。四点，今这场结束，我给你算个5点好了，凑个整数。3+8小时，8×166，8×18。理论上应该是有超过了，理论上。48，有没有？8×18=48，有啦，有超过了。哦，对，但是日班的吧。8点3跟4点倒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是我等一下那门课老师是上课点，他是上来先点，然后结束再点，中间可能会抽问一下，然后你就再就是缺课，啊，你就叫同学帮你举手啊，白痴哦，你老师又不是白痴，一号同学，然后就坐在位置上，然后二号同学就赶快再换个位置，哎，等一下这狗过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有个小问题，我的系男女比例有点区别，所以我没办法请一个男生帮我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要硬咬，路不要硬咬喽，路不要硬咬，路要硬咬，咬掉，咬掉，把那个系硬咬。咬他，好像可以哦。对对对，可以，我喜欢这节奏，好跑路。哦，但是这边 RNK 大叶，大叶的话应该是比我们会了。然后 RNK 这边要直接反推了，抓这个若哥读到手中还没好的时间哦。这边若哥一针、啊，哎呦。洛哥一直在拖时间啊，他知道读报头还没好，有点难受、啊。哦，这边可以拖的还行哦，就尽量把。比赛时间才算有工时，休息时间不算。干休闲的猫，你赶紧改名叫休闲的怪老板算。不是啊，你看错人了啦，那是上帝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看错了，现在是、哦、完蛋了，这眼睛也不好啦。我已经。瞎！我上帝啊，靠北哦！讲错了，拍谁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已经两眼昏花了，我已经看不清楚谁是谁。我现在看到，而且在我眼中，你们现在3个都是红色。我就看到一排红的，你知道吗？休闲的猫不是橘的吗？等下是不是在地震啊？没吧？虽然我今天也一直感觉在地震，但应该是没吧。
反光弹的骄傲。好，这个下一个问题啊。像 RNK 这个三控进度整个是落后很多的。啊！我刚想到一件事情，而且他妈明天是期中考，干！哦！哎，你怎么每次这种时候都要期中考、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哎，直接硬咬硬咬，上次是那个尾牙干，直接硬咬硬咬，然后最后一刻把那两颗毒爆自，哦，他提前炸了。他说如果这个人自信不炸的话，那两颗毒爆就自爆了，把那个自己给炸了。嗯，对啊，神奇哦，都不用上班上课了，还是这也是 AD 请来打手。你不是说我们都是机器人 ？Bibo Bibo 机油好难喝。哦、啊，机油好难喝。Bibo Bibo Bibo。啊，这边若哥因为有经济优势，他就这边直接选择爆蟑螂。没有意外，应该一攻蟑螂会推一波。那 RNK 那波很难打。理论上应该先防守了 ，RNK 应该会先推这边。就是先想办法家里，洛哥这边就是家里先想办法守住，但问题应该不大了。这洛哥蟑螂不大、啊，现在就一直爆兵就好。嗯，他蟑螂还是比较多的。你又好难喝。哔哔啵啵，哔哔啵啵。刚、啊、有人询问会说话的机器人吗？我，他、啊、续费是用机油续费吗？哎、欸，洛克这一波要推出去了，感觉 RNK 应该守不住啊，因为这洛克这一波是连二攻都不提了，他就直接硬压到绝顶那里上，哇，没了，这数量差太多了。差太多了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还想绕出去啊？重点是 RNK 一波兵绕在外面了。完了，洛格变成地狱来的复仇者啊！这边洛格这边率先拿下一分了、哦，看一下 RNK 有没有办法逆转回来。啊，今天要进到的是这个第二张的地图哦。为什么洛格是用 special 的头像？我不知道，真爱吧？好吧，真爱来了，谁都无法挡。对啊，搞不好他是 CCR 啊。啊，这边地图来到是布莱克本，地图左下角是黄色的虫族洛格。右下角是蓝色的虫族 Ragnarok， 刚
上一场是，我记得是 Rogue 去开了黄金矿，然后结果被狗毒包直接冲烂，对吧？毕竟是最后出现战啊，所以打得稳一点。啊，只要能稳稳拿下这把就可以了。狗叔都提下去了，那一样啦，就看会不会有人先做一波什么狗毒爆的交流吧。就是 Rogue 啊，我们要期待他。加油！而上一把那个 Rogue 第一时间爆的那一波狗过去，把那个三矿咬退，非常非常关键。对，那波压得很好。哦 ，RNK 这边三矿是直接往黄金矿这边拍过来哦。哇，这么拼哦！哎，等一下，但若哥好像要被抓一只王虫哦，这只王虫会不会被抓掉、啊？那个门口的王虫，哦，有走掉。没事没事，美人计。别，毒包虫都发去了 ，RNK 这边。这边应该都是先爆一点保底的狗了。哦，不，他爆到底了 ，RNK 爆到底了。狗都爆直接按到底啦。哦，看到很多狗，这个时候毒爆赶快变，还行。然后建筑学稍微做一下，原则上。就守住这波问题应该不大啦。毒爆也变好，接下去再来，后面的狗应该要爆出来了，三只后虫先出来扛，换掉一只，换掉一只，这个先死一只，但是后面毒爆变好了，狗就可以离开了。哦哟，撞到一只。但是有个问题啊 ，Ragnarok 是有黄金矿的哦，后面两个毒霸可以哦。就是正面的啊，刚被撞了，被撞光了，完了，这边要直接压回去了，一定要压回去，压过去。那这样子上面那个黄金矿很难守，因为上面还有两颗毒霸要往下绕，这里不好守，很难守啊。哦，两个毒霸好像没撞到东西哦。好像撞了，但没有，应该没撞到东西。嗯，啊，哦，撞到，还在上面，还在上面，啊，又干了一只女王，往上冲！哎，打没？上面还在偷变毒爆，不过王冲我看到，然后 RNK 这边应该会解决。哎，两颗毒爆来了，有撞到吗？哎，好像有东西，完蛋了 ，RNK 怎么破冰？喂，你听不到我声音吗？喂，完蛋啦 ！RNK 刚刚好像有整波兵装在毒爆上面啊。喂，有声音吗？有啊。哦。刚刚看起来 RNK 应该是有一波一整坨狗撞在毒爆上了。那个镜头没带到，但我看那个小地图蛮亮的。别人这样交换，但这里 RNK 已经在做蟑螂了，而且重点是他有黄金矿哦。他等一下封兵再拉一坨去黄金矿采，然后蟑螂一直按。但是洛克不会给他这机会啊。可再换，送完喽，洛克狗送完了。呀，再这样这个正面。压力，这边没有毒爆哦，蟑螂被包了，完了，后面的狗冲上来又被撞
中他中他中他！哦，蟑螂全部包完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谁包谁啊？狗没了，不是蟑螂没了。哇！那这样子，这个红一块开出来了。哇！这个红一块踩起来，你后面若根这边如果想要挡一波，挡那个 RK 这边一波就没什么好打。哎，主播又来。把软都把那个黄金矿软中掉。哎、欸，你想去哪，大哥？你要去哪？哎、欸，怎么还有洞？完蛋，后虫不够怕。而且 RNK 这边是要打算直接一直爆蟑螂没有停的哦，他哎、欸、完蛋 ，Rook 把地势炸了。哦，他以为对面打的晕吗？对，他以为对面后面要打晕，可是 RNK 是没有停的哦，他的蟑螂是一直按的哦，而且他是没有提 ，RNK 这边是完全没有提，没有提科技的、啊，他就是要直接一波跟你爆到底了。而 Rook 已经在爆兵啊。Yeah, 主要是这个一攻，等一下看一下开战的时候这个一攻会不会好。哇，这边变了一大波毒爆，要直接硬撞了。哎呦，拼了，就这一波，这波很凶，因为是黄金矿，所以兵特别的多。但是洛格有个主场作战的优势。你这一攻，重点是一攻好了，洛格一攻好了，这个一攻差了，一攻好了，刚好一大波毒爆过来，要往下撞，很聪明。哇，其实洛克阵型拉得很开，哇 ，RNK 没了。洛克阵型很好，加上这边是主场，接近比较快，直接把 RNK 的兵给吃了。RNK 这坨看起来回不去哦。好局没了，好八六，好，先让我去嘲讽一下 A 叉零，给我嘲讽完就睡觉。靠北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个 B 组的最后一个晋级的选手也出来是这个 Rogue， 啊，那我们。今天的比赛转播也差不多到这边了，我们明天晚上哦，明天晚上好像比较早开始、欸，几点啊？明天晚上七点开始啊，明天晚上七点记得锁定准，记得准时锁定蓝兔台哦。啊，有采访吗？有啊，继续主台看啊，主台看，还有我们翻译是不是？聊天室都托福金色的多益900分，打需要我们？是啊。我们这边也不会有画面啊，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看采访，可以到处来看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转播就到这边啦，我们就明天晚上七点，好像是从第一组开始打吧，他们明天晚上调一下顺序哦、喔。我们明天七点见啊，明天不是我啊，但还是会有 Nice。好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